动。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要回去嗎？所以看到出家人就想，他們現在要出家，我現在沒出家，因為快樂自在來自於放下，放下壓力，所以佛陀說家庭是個逼迫，家庭如牢獄，世間的感覺還有出家的一天，但是世间的爱家庭，煞无出家，出家的一天啊，永远白条的。所以人生当然嘛是要得到快乐，但是快乐有暂时的快乐，甲究竟的快乐。其实世间的一切快乐拢是暂时的，所以叫做无常啊，无多控制也带袂去。所以你在这个世间爱愈侪物件，都是讲你要走，你就足艰苦，走袂去啊！爱东爱西，你就无多。敢那天顶的神，天顶的神若要死哦，袂破病啊，足艰苦。是安怎？伊的爱人啊，遐尼侪啊，伊拥有的物件遐尼侪，伊拢走袂去，因为足艰苦，爱别离苦。那如果知影讲啊，一天人啊死去，所以就要去投胎。弄得恶道，所以天顶的神啊，要死，跟他求一项，投胎做人，投胎做人啊，同就做人够机。但是呢，不是你要做人就有机会做人，因为你福报享受完，即马一声你就会到畜生道做鬼道。跟他释迦牟尼佛讲故事讲，除了释迦牟尼佛在世，迄、那个玉皇大帝皈依三宝七戒，够机会。后世人做天神，释迦牟尼佛进前的六个玉皇大帝，拢对了三摩道，乃至对了地藏道。所以，这个意思各位爱听来去思维，人卖去欣羡别人，厝足大金，足侪钱，足够读册，足够唱歌，足够足能力。那么，咱来修八关斋戒，拢无咧拼这個，咧拼啥物？来念佛、念法。念经、念来世、念世界、念布施，那释迦牟尼佛来叫咱念翁、念某、念囝、念钱，因为迄代物件是足痛苦的代志，足无奈的代志。所以呢，都要暂时法师说，来念一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哎，你甲想看卖，你即马坐咧遮，无翁无某无囝无厝，有快乐无？有一块椅仔就真好啊！
晚上又不用吃，我做主人。所以有人说，不要破病就好了，这也是事实，不要破病就好了。你如果走这个肉体的病苦，你来赶紧解脱生死。阿罗汉就是说，哇，这个身躯很艰苦，世间的偌济钱花拢无效，这个身躯轮回很艰苦。所以呢，要赶紧跳出轮回，不爱投胎做人。这点过一定要去思维死亡啊，一个人的死亡的轮回一直痛苦，所以咱就需要复活。但是大乘复活呢，更加究竟，唔免脱离生死，唔免消灭贪嗔痴。安怎讲？咱们这边来，思维空性，应无所住，应无所住是无所求。破病也好，健康也好，有医也好，无医也好，有钱嘛好，无钱嘛好。但是呢，你有一个解脱的心。什么叫做解脱的心呢？了解万法拢是虚幻的假，大家都会背啊。你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假设你即马身躯咧破病，请问破病是真还假？有为法，暂时来，暂时去。那是呢？你讲，哎呦，死足艰苦，我要生。这生死嘛是有为法，死是另外一个生，安尼理啊。啊，换一块椅啊，换一台车，换一个身躯。如果你的内心呐够无明，够执着，你换过较济嘛是过来轮回，过较艰苦。和你做天神，有些人和你做好野人，但是你嘛咧烦恼讲要安怎死，安尼啦。啊，死了也袂去躲，这叫做无究竟。但是生死的痛苦，来自一个无明执着的心态，你要给挽掉的，安尼才是痛苦。所以观世音菩萨叫咱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就是讲咱爱有一个真实上的观照，了解念一遍来，变化无常，所以一切拢是变化无常，无法度控制。好啦，随缘，随缘就好啊啦。咱即马就。无随缘，我唔甘愿，我要摕到，我要占到，足艰苦。所以佛陀希望各位常常安尼来过八关斋戒，尤其啦，我台湾走透透，咱这个所在痛苦，凉凉啊，风吹哪度孤哪听佛经，佫袂歹，心情也无好，去后壁 shopping， 看是要买香，还是要买念珠。拢无别项，干那迄个尔啊！咱是看佛经免钱啊，佮行行绕佛塔，啊，无来点一下灯，这叫做生命啦。所以对我来讲，我拄啊伫好好啊行来行去，足快乐。咱呢，安尼享受当下的快乐啊！即卖呢，即卖要来拜托别人嘛，快乐安尼利益啦啊！所以一切拢放下啊，充满慈悲心，安尼就好。所以各位要常常练习吧，啊，卖哈林无用，卖哈林无用，钱有够就好，啊，卖哈林贪，消欲低足，卖跟人比。所以过去薪水一万块，一万块就算好啊，阮出家人才五千，啊，五千嘛，佫有存钱，啊，因为无咧用钱，所以买牙膏、买牙刷，安尼样，啊，然后。过去寺庙内底有真侪旧的衫蒙穿，所以那安尼咧过日子，啊，一个人烦恼有烦恼翁、烦恼钱、烦恼囝、烦恼事业，搁真侪无事，你甲看后摆选去倒一个要调，这敢那有关系吗？啊，咱是念阿弥陀，随缘，什么人调随缘，啊，咱拢该祝福，卖烦恼。但是你有去插，你去插政治，你去插这个，这叫做执着。你要给靠家己找艰苦，但即卖人就是无聊，一定爱去插这個，啊，无要活咧要创啥？啊，想钱啊，想遐啊，想囝想孙啊，啊，真侪技术么？输你明仔载中昼要食啥物？哇，这蛮烦恼呢。啊，你即卖甲我讲啊，我甲你准备便当啊，你。哦，你好，就烦恼，我唔知咩。我即马在你过了情况，你开烦恼，明仔在中岛要食啥物？啊，
啊，你要点什么菜？哇，你就超凡呢，啊！所以我想各位要练习啊，放下不是放弃，是讲，那么我关心的是我的心态，有保持伫个空性无，卖贪嗔痴。我关心我伫个我的心态，有保持慈悲心无？哎呀，我教我家行到什么所在，洒洒甘露水，做个烟供，对不对？念阿弥陀佛，对着风，吹吹吹，安尼啊，念迄台水变甘露水，咱来无用，这好唔好啊？大家来做流浪汉，咱大家拢卖有一个执着，进一步呢，咱来帮助别人。伫佛陀的时代，较起码佫真济这样，叫做婆罗门、沙门，因规工都拿一只地果，啊，甲冰冻安尼个尔，拿一支管啊，然后人去食，安尼就好啊。啊，坐咧树下脚哦，开始修行，修什么？赶紧死，赶紧死啊！世间真苦啊，修苦行外道。所以呢，看卖艰苦的，但是艰苦不是有这个辛苦，艰苦的因是咱的有这个心态，咱的心态内底脑无明，你就艰苦。所以咱大家拢有一颗心，看是你要想解脱，还是要想执着，安尼啦。所以包括有真侪出家人，有些甲开讲，师傅你甲看，即间要哪去？我讲哇，我袂晓诶，我这就艰苦啊！咱来想讲，要安怎弘扬佛法，要安怎互因合佛，要安怎迄搭鸟啊较快乐啊，要安怎迄搭众生较快乐，蒙阿波较快乐安尼啊！下回咱办八关斋，直接去蒙阿波，好唔好？家己带一个雨伞，草笠来，咱修完以后，一人。找一个蒙阿波念经，安尼啦，给超度。因为你看蒙阿波，爱想，迄就是我，我就是伊呢。我即马阁活掉，迄蒙阿波的名，我给你大力的名，安尼。你开始去给助念，所以各位爱了解人生的目的在哪里？那释迦牟尼佛是安怎要制定八关斋？一就是要让你了解者，唔通一直执着在这世俗法。好也善，有读册无读册，生了水也歹。你要为生命的解脱、东海自在来拍拼。所以各位今麦坐咧家足快乐，法师轮番上阵，甲你开刀，甲你治疗。但是你起码等于搁要去烦恼，安尼啦，搁要去烦恼，搁要去掠掉的，所以足艰苦的。所以因为啥啦？你执着，你无以改变，你以要安尼，你就做，你不要随缘啦。心平静，世界就平静。你愈要去甲管，你愈艰苦。所以各位，即卖医生讲啊，你身躯可能破病哦，着癌症爱化疗哦，随缘啦。不要抗拒他。你越想要跟他打仗，迄就愈发作安尼。所以咱佛教徒拢知影讲，哦，我即卖破病哦，我来忏悔，食素食。念药师经，了解空性，那卖阁改用迄种个想法，过去就是爱生气，今日才安尼，过去就是郁卒，唔甘愿才安尼。再去讲个，我着生气，气阮翁，骂阮囝，即马乳腺癌啊，即马肺癌啊，即马咧烧啊，即马你着紧停起来就好啊。念佛、念法、念经、念来世、念天。念戒律有清净无？念众生苦，所以修八关斋戒，咱就咧改变命运啦。改变命运是这个因，自然就迄个果。我今日拢无杀生，我今日拢无食肉，我今日嘛无男女的淫欲，我今日搁咧布施、念佛、念法，这个因种落去，各位，等于搁去检查，讲癌细胞，医生讲休一工，无法做休，我过去逐工拢休。如果我每天都不起心动念，每天保持很平衡，卖欢乐，它就停了。要干嘛？那你两天、三天、七天，所以有时候跟他讲七天就 OK， 是不是啊？七日七夜修八关斋戒，点灯挂经幡，来奉心念药师咒，生起慈悲心，七天的命运改变，该死的就未死，该痛苦的就好起来。有相信无？这么有书本源，哎呀，不可思议！但是各位绝对要记得，卖将长的烦恼提来，今日个烦恼，
卖将明仔再烦恼，即马烦恼咧头前啦。因为你要得到好的结果，那你就静好音，自然就好的结果。这个随缘主宰。但是歹的代志，我即马有咧忏悔啊，我有咧念佛啦，我思维空性啊，啊，像各位坐咧遮听湛严法师、听湛实法师，哦，你甲咱讲佛法，我都有咧看，大家有咧听，嘛有咧困，嘛有咧听，嘛有咧困啊。啊，但是嘛袂歹啊，这个呢，甲你麻醉啊啊，什么精神起来都开好啊啦。啊，因为法师慈悲啊，讲法都是慈悲啊，啊，要把佛陀的心、佛陀的功德，透过法师来供养给各位，回向给各位，这个没有问题啊，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心呢、啊，所以。这个最重要，今天各位来家无所求，因为只有一个信心，对八关斋戒的信心、啊、对佛法的信心、啊、这个非常重要了、啊、所以阿弥陀佛要求都不强、啊、一念乃至十念大家都要念嘛、啊、所以你只要一个念头，那是十个念头，他没办法给你保证说你八千万念头都在念佛、啊、所以一念乃至十念，你有这个信心，那阿弥陀佛有法度甲咱接引啦，所以这点各位爱定来去思维讲，啊，我咧无用什么，我应该无用什么，啊，所以世俗的代志啊，随缘，好唔好啊？你还无好还，伊更加艰苦。你的囝即马咧得癌症，你的翁即马咧破病，那、啊、你更爱较精进。这精进是叫你真拍拼，多伫冲，精进是内心内底不起心动念。你若卖起心动念，对方都袂起心动念，因为你的念头发到影响对方，所以你希望你的囝听你的话，你卖个个念，卖个个骂，你静落来，你讲讲，哎，我母啊，今日点点是不是破病？你家咧破病啦，我咧不管灾，我咧清净阿弥陀佛，哎，你讲嘛，刚刚足平静的呢，今日拢无咧甲念，啊，伊慢慢就会去学习你，哦，啊，现在我母啊，今日喊你点。啊，他能主宰，伊就去学习，你就开始影响伊啊。所以，这尽量万法为心者，你的心呐呢，环境就改变。所以，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跟咱讲，咱大家在受八关斋，小等的河村光山好地，一人分给你10000块，这好好拢改变，哦，好好拢净化，好好拢快乐。所以一个人受八关斋戒，整个地方得到利益，天顶的神欢喜啊！咱的命运嘛改变，就是因为咱安尼静静啊，咧受慈悲心，咧恭敬，咧点灯，这个功德有法度超度，哦，就法度超度，唔免用靠的啦。啊，安尼伊就病就较好去消灾，安尼病就较好去超度。就安尼隔息，安尼坐遐慢慢啊念念啊专心就好啊，是不是安尼？啊、哦，安尼就坐遐念念念念啊专心就好啊。那佛力加持，不可思议，你的心观就圆满。这个对今日开始，卖超凡好唔好啊？随缘安尼啦，啊，安碰碰的碰的碰的随缘啊。所以卖讲我一定要嫁人，我一定不爱嫁人。哎呀，随缘，迄拢是修行。缘分啊来嘛，无法度啊，啊！但是你可以接受它，所以大乘佛教不是叫你改变什么，就在这个快乐跟痛苦，在这个五浊恶世，在这个贪嗔痴，不管是什么代志，你该看清楚，卖去互伊丢去。有钱真好啊，虽然摕来布施，友好父母做善事真好啊，无钱嘛真好啊，哎呀，无差，因为我是咧修行，我唔是咧讲钱的。那你的个性要慢慢改变，你慢慢改变以后，你就会开智慧。什么？因为你不所求啊，你就平静。对方需要什么，那你就会知。这个知是佛给你加持，就跟咱这个镜呐，卖乱去了嘛。这个日头光就会反射透过你过去。咱这个心那平静，佛的力量就发到进入你的心。特别咱过来念大悲咒，念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的智慧就对你的心显现出来，你就会要处理代志。安尼有了解无？这真简单的道理啊！但是你若紧张，哦，你若有所求，你就会惊。哎呦，我才20岁，要到50岁，要哪讲话啊？
我善巧人要怎甲好家人讲话？你有一个分别心，你惊你就退转来啊。所以讲要对佛有信心，乃至咱大家拢有这个佛性。本来这个佛跟咱讲佛法，是让咱找到自己，念一下找到自己。我们的自信本具足，咱的佛性，阿弥陀佛的在咱的心内底，极乐世界在咱的心内底。那各位这样去找到自己，你就不会往外求。那你心平静啊，那你开始来处理别人的事情可以。所以我们虽然很想要去做善事啦，去做念啦，去布施，但是你的心呢有所求，那你的布施有杂染，你看哪一天你会失望所以咱去做念，纯粹的是去天我不雄啊，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其实我在念你嘛，是在念我，对啦。我要安怎帮助你？我心相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我的心。我不过把我的心转到你的心，让往生者也感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一感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哎呀，放弃世间法，世间的一切啊，拢是苦的。你看阿弥陀佛的极乐进入你的心，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再个讲一遍，永远的强调，念佛祈求做什么功德？那么佛菩萨的拢进来你的心内底，那这个佛号的功德是透过你的心布施出去。阿弥陀佛讲，你若无要替我念佛，我嘛无法度啊。所以如果咱若有法度，即摆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来了，透过咱的心加持。咱念药师佛，药师佛透过咱的心加持对方。所以咱家己爱先得到法的利益，清净慈悲，有了一个佛心。所以安尼，你帮助众生的救难嘞，各念这边来，以佛心为己心哦。所以各位，你要将你的心拍开、打开、清净，和佛在你的心内底啊，有事就在你的心内底哦，一切好的拢在你的心内底。所以布施给对方，从各位今日所做的功德，不管在十供养、要供烟供、供生，哇，那些功德啊，听法师说法。这个功德都在你心里面，因为佛讲诶，咱来做这个功德，回向我众生啊，回向众生拢成佛，这个功德永远都是对调诶，一时啊就会胖去。那但是你来看到人啊，你还回向回往啊，就欢喜诶。所以各位，你即马出去外口啊，开始直直笑，看到人阿弥陀佛，人讲你安尼啦，无要紧无要紧，但是看你的眼神啊，和你地位，这个都不是笑诶。因为我去受八关斋出来了，阿弥陀佛，真自然。其实你甲笑，伊慢慢就甲你笑。头一遍伊怪怪，第二遍你讲，这个人嘛足正常，那你甲笑，因为我咧甲你功德供养你，所以不管花草树木风，我们都把功德融入在整个世界。所以我想咱家里来。领受了一天八关斋戒，法喜充满，功德遐尼大，远离病苦，消灭罪障，免除横祸。你要信无？你今日真正受八关斋戒，目口本来一个车路要车祸，你拄啊徛喺遐，迄车祸会无去无？不可随，你一定爱相信，你爱百分之百相信，这就是我的信心。所以我今摆去讲做了，去病医前面所在。拄啊拄着车祸，我讲这一定无代志，这一定无代志。咱修行人来到这个所在啊，佮拄会着，这已经安尼消业障啊，人无代志。啊，这个人往生，咱去佮助念嘛。那阿弥陀佛是透过咱啊来佮加持，这个人稳超多的，你还有对佛有信心。这毋是咱臭屁，毋是咱，因为咱心中咱在念佛，咱持八关斋戒。你现在佮你持八关斋戒，几千分你知无？一千分。三十个乘以三，三千分。所以现在要救三个，一边修三遍，安尼，安尼才划得来。下回五个，一边修五遍，安尼啦。所以安尼得到好人这功德，然后呢，要融入于对方，因为这个佛法无量无边的功德，在世间一百亿美金的布施，还不如佛前供一朵花的功德，对不对啊？那么咱这个功德，就是要回向给对方。所以各位，你都免烦恼，恁今日甲你讲什么代志，
一出鼻盖，那我就来为他供花供水，用慈悲心念个心经。我拢想呢，我袂烦恼，我不希望自己的情绪掉落于对方啊那样。但是对方的苦，我要尽力，但是这个尽力要无执着的，尽力的对他慈悲。往往你会觉得你没有压力，在尽力的时候，对方就得到100%的佛力的加持。啊，你有压力啊，这里我们讲的破病，阿弥陀佛，我们讲的破病，你弄来两破病啊，不来两破了。那个时候，佛的力量没有办法透过一个烦恼执着的心给对方。所以永远来记，虽然你的囝即马咧家伙病房，你为着要让伊好，在发心乞丐念佛的过程内底，是用100%的佛心，啊，你才有法度100%的佛力，让你的囝安尼听有无？卖哪念哪烦恼安尼，啊，你哪念哪烦恼？那啊，我老婆咧破病，所以我来拜三昧水忏怀啊，这那是三昧，这是癌症水忏。因为你的心一直在这种压力烦恼，因为你要相信，这个人就算要落地狱，咱家念阿弥陀佛也超度未。哎呀，佛力，你要有这个信心，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无明，你会有压力，你会惊。啊，不然你就会骄傲啊！这拢是分别心嘛。啊、所以，哎呀，无要紧啊！这个全世界无几个人有机会要往生听到佛号，咧破病听到佛号。所以，念这边来，对家己爱慈悲，爱相信家己。咱本来就甲佛菩萨同款的佛性，所以咧，卖互家己操烦，叫做对家己，卖互家己压力，卖互家己烦恼，我们叫担心。我完全的念阿弥陀佛，念大悲咒，念药师咒，安尼啊，啊，所以带起来，你都要安尼，啊，就算讲我就算要给你抬啊，哦，我把酒开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背过，你要抬到倒去，还得昏去啊，让他走去，让他无去呢，哎呦，佛力不可思议，但是你那边超凡，我就没办法啦，佛陀说没办法啦，你烦恼人安，烦恼囝，烦恼钱，烦恼贷款。这个小问题呢，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有个人跟我说他要出家，我说这好事情啊，很俗啊，出家要安怎？啊，出家那要安怎？我说你出家，你就烦恼出家的事情，别烦恼那种事情，你就烦恼出家的怎么修行，啊，那事情都解决了啦，应刃而解。啊，如果说你事先在那边担心，那没法度，所以念下来，未来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现在亦不可得，起码做完阿弥陀佛就保持在这个状态。所以佛教讲的就是要觉醒，对治无明。这个觉醒一点都不困难。等下若拍开黑暗就无去啊！啊，你若了解万法的真相，拢是暂时的假的、幻化的、无自性的啊，不过是一个暂时的业报，包括破病，包括快乐，迄拢是一个感受。这个感受的本体嘛是空性，无色受想行识，所以意思就包括你把就是说款无眼耳鼻舌身意，无眼见乃至无意识见，不要相信你的感觉啊！你爱一点点跟自己讲，所以我认为慢慢各位就经常练习，你就未紧张啊，未插插不掉啊，未烦恼啊，啊，你就自在啊，自在是来自于放下，但是咱自在都不够啊。咱变话，和众生嘛拢主宰，所以咱念佛为众生的念，咱祈求观想众生拢变阿弥陀佛，啊，世界拢变净土，你爱该转。这个世间一个人咧受八关斋戒，用菩提心，整个世间拢净化。所以风吹来欢喜不？拄啊好困啊呢，就凉啊，啊，没有压力，不要给自己压力。所以各位，佛陀叫咱一个月爱六天，啊，同好你早课暗课，管你什么天大的事情，我起码要念阿弥陀佛，我就专心嘛，你懂吧？这是我的天性，我很喜欢我这样。虽然我每天很多人告诉我，真少一种快乐的代志要给他讲，弄一个烦恼的问题给我那样啊。但是当然我会尽力的，我怎么尽力？很多事情我根本不了解，但是我很平静。佛会加持我，然后呢，因为我谈的是佛法，我绝对没有私心，没有坏心，
但是自然好像都对对方有用。这个有用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只是一念好心呢，甚至悲心。你既然讲这个问题，我就提出我的看法，但是我这个看法是按照佛的看法，所以自然好像对对方就有用，所以就不要有压力，而不是说我在表演，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哎呀，但是如果我所知道的，那我就会像水龙头一样的尽力的告诉你，哎呀，所以因为慢慢的你会觉得说，哦，原来你只要放下无所求，你的佛性会源源不断的跑出来，这个佛性佛也会加持你，只要对佛有信心，但是你有用佛陀的悲心，那佛性就展露出来，你自然有话跟对方说，而且说的话能够对治对方的问题。所以我想我今天要讲的是，各位，我们都老啊，哎，差不多啊，你还开始想解脱未来，别再在那想世间，世间啊，虽然尽力，我们也没有说不尽力啊，对不对？你也不可能叫台湾人大家都吃菜啊，就算台湾都吃菜，哇，啊，日本也没在吃菜啊，啊，但是呢，你到每个地方就显现一个清凉自在，一个悲心，所以一个有慈悲心的人，世界都会被他影响。那你要保护好，那这个慈悲心是来自于你无所求，接受一切，接受万法的变化，而这种的空性，这种清净心，然后对对方生起一个慈悲心，然后一心祈求佛来加持，我用这个清净心、慈悲心来替你念药师咒，来替你念阿弥陀佛。啊，这间公司要发财，发财真好啊！啊，先不要讲对方对错了，先给你发财啊，再给你合福甲供，对不对？那我也这个清净心、悲心，求准提菩萨加持，求财神加持，希望你发财。而且你发财以后，我们有一个愿力，希望你发财以后啊，你更加信因果啊，真正皈依三宝。所以你尽力就好，但是外在的人事物你随缘。所以我经常要观想自己变90岁的老头啊，无所求啊，对不对？然后呢，希望是必然的呀。但是现在呢，结个缘，因为现在我们不是度对方啊，透过佛的加持，我们的动机很好，然后来跟对方结缘。那哪一天你成佛了，你有究竟圆满的方法，来把众生的生死问题八分之八弄个盖棺啊，对生个死。不管你做什么派代志，拢无问题。派代志的本体嘛是空性，所以佛的力量有法度消一切恶业啊。你何况咱今日个咧乞丐，乞丐是一种自我的力量，这是咱该做的啊，戒定慧啊。他说，你如何的乞丐清净，如何的发心，那就让三宝的加持，将来过生活。所以我今嘛，不能各位一本念下来。用慈悲过生活，啊，卖用欢乐，卖用计较，咱来发愿好无？咱大家拢来签约，想来想去扒一个，你还签约？想来根本没人啪扒一个，啊，你还发愿？你讲，哎呦，做不到，不会啦，这个想气嘛是假的，这个脾气嘛，这是什么个性？迄拢是，迄拢无，你若愿意发愿，你若愿意去做，拢做会到的。众生皆可成佛，你就不要说我不行，我不行。当然啦，业障很重啦，啊，习气很重啦，就是没有办法一时改啦。但是进雄的人不是太困难，所以咱对今日开始，什么拢随缘，因为一切拢幻化。但是我们尽力慈悲，安尼就好啦。啊，所以万事万物拢是咱修行的助缘呐。那咱现在我们先来看看。最重要的重点都要讲诶，什么是无明啊？既然咱们讲快乐，你一定要了解什么是唔对诶啊，没有智慧的，请翻到226页。所有的痛苦来自于轮回，轮回的代表变化，连咪升天，连咪落地啊，啊，连咪健康，连咪破病，这弄一个轮回。啊，这个轮回根源是啥物？
啊，各位，咱的重点爱甲抓住。所以，这里有下的对应，无明是轮回的创始者，轮回就是苦。哦，原来咱修行的目的就是断无明，所以哦，像那读心经啊，研究心经，听佛法啦、啊。所以，我伫个无明当中，就跟他住伫个坚固的铁牢中，比世俗任何的监狱都可怕，而且无法脱逃，所以各位要抓住。原来我来修行啊，就是要开智慧，啊，断除无明。那为了要断除无明，所以我要戒定慧，看到没有？七改修禅定，看清楚了解。啊，不然你那种，你讲你那这些无净地净根，像我师父常跟我说，哦，海涛啊，你现在最重要了，你一定要有正知正见。啊，那我说师父，你要听听我有没有正知正见，如果没有，你要叫我赶快回家啊。啊，所以那如果我有正知正见啊，你让我去弘法就没问题啊，因为我们很怕不了解自己啊。所以各位啊，至少我们相信因果是正知正见，至少我们认为啊出离心是正知正见，至少我们也知道、哦、大悲心关心众生。那虽然大悲心也不能够离开世间的因果啊，虽然大悲心也不能有所执着。啊，你还了好啊！不过，一旦舍离了贪欲，不再贪执今生、来世和轮回的安乐，进而培养悲心，并了知一切法自性空，你就自由了。各位要自由不？所以，任何的监狱都关不了你，那叫快乐，大大自在啊！当下开悟。所以无明原形，形原事，阿罗就生死轮回啊。所以各位要无明灭即形灭。那什么是明？什么是无明？啊，你来有这种诶三法印的关照，这代志爱看清楚。然后对外靠的了解，更加对自己的了解。啊，我即马咧起心动念，那个就是无明，而且人个咧哭起无明啊，咧起无明啊，安尼啊。所以各位咧看一个法师啊，或看一个修行者。伊咧处理代志咧讲话，看是伊是伫个即种诶光明诶智慧、亲信因果、好诶动机，哎，这是神智性。啊，这个人虽然咧起佛事啊，咧做佛教诶代志做真济啊，哎，伊是咧满足家己诶欲望啊，满足家己诶私心啊，啊，乃至有一个强烈诶执着啊，即、這个对，迄、那个唔对啊，那你爱随你，你来远离恶智性啊，不然你又去扭去。所以，那修行的究竟就是爱消灭无明，不然你永远在生死里底。啊，比如说消灭无明，那好简单讲啊，那就要有今日安尼下离贪欲，慢慢修到啊，即世人、后世人。那么这东西就轮回啊。所以呢，卖过去执着即世人的快乐、后世人的快乐，那轮回一切拢是痛苦无常的，唔是快乐。所以爱渐渐放下。当然，各位这点嘛，爱去练习，好嘅人爱过一挂善恰生活。从各位今日修八关斋啊，伫个厝诶较欢喜嘅人，啊，你爱渐渐过着一个单调的生活。所以咱伫个操场咧西瓜，安尼打坐听佛法啊，你思维即代代志。所以进一步，咱先要回向慈悲啊，对灾去回向较紧嘛啊，心该交请。一直开回向，各时安尼做念，不是干那对着，愿所有人类啊，所有的人，所有人的往生者，所有的六道众生，奶奶，未接着这世人，这世人培养悲心。那虽然咱这里做真济代志，并了知一切法自性空，这个一切法，一是灰，一是草啊，一是刀啊。但是伊拢是暂时的呀，像这个刀啊，伊用这布砍掉的，那其实砍掉你都唔捌讲伊是茶，伊这是茶，还是用布砍掉的，你唔能叫伊骗去啊！一切法拢是暂时存在，所以自性空就是根本就无这个自性这种物件存在，一切拢是幻化。而这个铁啊，也是可能会使用一两百年啊，但是究竟伊嘛是烂去。换掉，
但这所在用啊，你袂歹，后摆咱来记诶吼。咱来要用的就是，迄树啊、啊条啊、甲树啊，共性安尼看起来足自然呐。啊，啊电视翕起来嘛足水啊，啊顶头阁阁安尼风咧吹，虽然咱无凉，看到顶头嘛足凉。啊，啊所以哎，这个建设不错。但是你要了解，这是一个暂时的方便，哎，咱是为着办花会，那是为着打篮球，安尼样啊。所以希望来这边打篮球的同学们永远健康，来这边打篮球得到我们所修的功德，还要升起悲心啊！所以了解一切法，拢无永远存在，永远的破病，永远的艰苦。哎，这个人，这个人若无了解这个，我爱伊爱到要死，我爱伊爱到要死，我要甲抓条条，我不爱离开伊，我要得到这个地位。哎呀，你个去用白条啊！你个艰苦啊！那你袂自由，放下自由，无执着，才是真正的快乐。唔是拥有，才是快乐。啊，唔是改变别人是快乐，咱是改变家己去接受对方。所以一定要记得哦。啊，我今日破病哦，这是我的业，哦、我消业就好啊，忏悔啊，根本都无一个我来破病啊。透过破病，我好啊，念佛啦，然后我都健康，我继续。做善事啊，那无法度，我要来记录世界啊，啊，所以啊，你卖去给拜天。第二，不击溃烦恼，别无真正的胜利。第二句话啊，千万不要做阿修罗，阿修罗我要赢过你，我要比你较高。所以你无法度征服家己的烦恼，你去跟人比较好啊。所以同样，我们都是修行人，大家不要比有钱没钱呐、啊，自在没烦恼。这是一个基本啊，看到别人起烦恼，我们来慈悲啊，希望他转念。所以各位，你唔捌对方啊，但你有法度影响对方。你看到对方咧烦恼，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我请求阿弥陀佛进入我的心，我即马无烦恼，我要帮助对方。我伫个无烦恼的心态内底，生了慈悲心，将阿弥陀佛的佛念转去了对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都会有。咱大家拢相信，但是你相信念纸有效，结果你无相信念人有效。所以各位呢，哎，恁家个咧起烦恼，你免甲伊讲，你都去拜佛啊，回向，因为你替恁家念七遍心经啊，专心念，最后回向，所有的囡仔人拢卖烦恼啊，我的囝嘛卖烦恼，因为你卖烦恼，你就我都改变你，改转化。所以各位一定要咱家己来起烦恼，贪嗔痴五慢嫉妒艰苦放不下，不管啦，反正让你艰苦的拢叫做烦恼。哦，让你感觉讲我一定要有所求的，那是白提的拢是烦恼。你一定要改断毒，这断毒烦恼。佛陀讲的哦，那有啥物烦恼的存在？啊，烦恼的本体嘛是幻化的，啊，你要去甲对治，对治，卖条件去满足烦恼。所以第三，相信不真实、违反真相的东西，就是在自己的内心创造困境，等于创造监狱一样。所以这个世间，你一定要了解，这个世间无一个真实存在，一切拢是缘起无我、性空的，无一个永远的上帝啊，无一个永远不变的，所以不能违反空性。所以你来讲，我得到才是快乐，我得到才是快乐，啊，你个无明啊！何你做官，何你做主持，何你做好业人，你去讲钱多拢无意思啊！啊，因为你觉得那个你拿到了会能怎么样吗？那这样你内心更痛苦，那你内心更痛苦，那你就烦恼多，烦恼多，你怎么有佛法呢？而且你也帮不了别人。所以如果怀有违反诸法真相的期望，当事与愿违时，寻常的现象也会变成困境啊。所以各位爱了解一切，接受一切，但是千万不要去追求那些会变化的假的。所以永恒的爱情、永恒的地位啊、永恒的平静没有了，这世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你唯有内心里面顺其自然，允许它发生，接受它变化，不要跟它抗拒。反正有辛苦就会破病啊！因为咱每一个人过去拢有做一个业啊，啊，
这破病要从啊破病赶紧忏悔啊！哦，破病赶紧思维无常啊！破病赶紧念阿弥陀佛，当愿众生拢卖破病啊！这些破病变成你的阻缘，这个困境变成让你去了解自己、超越自己。所以各位呢，不要去有幻想。所以第四，在幻觉所在的地方，认知幻觉就可以发现真理。这句话真要紧哦。当你有一个无正确的想法，叫做无明啊、贪嗔痴啊，你以为迄个是快乐，迄是痛苦啊，这个是佛像，迄个是鬼。哦，你就爱拜佛，就惊鬼。佛的本体嘛是空性，鬼的本体嘛是空性。但是你喜欢看佛，而不喜欢看鬼。啊，清明节我那亲戚那梦到我老爸那辛苦，足艰苦，我欠人钱，啊，我老爸是安怎？啊，你唔是讲伊去叫世界？我迄毋是恁老爸呢，地藏经有讲到，即个扫墓节啦，即重要日子哦，你的累劫的爸母祖先完成祭祖吼，伊嘛要来甲你讨功德啊，伊知影你要做功德。啊，伊若无化作恁老爸来甲你讲，你会帮伊做功德啊。所以你免烦恼，你的老爸已经无问题啊。但是你爱回向你即个梦中的老爸啊，即、這个甲你有缘的祭祖啊。所以地藏经讲，叫咱念三遍地藏经，念七遍地藏经。回向安尼就好啊！你不要怕，也不是说啊，那我爸爸下地狱，爸爸下地狱，多少众生在地狱，你都没得差别啊！啊，你只要知道有地狱，我们就每天努力就对了。然后一化作这些幻化的物件来切你，那你就对他慈悲，这样就好了。所以各位呢，发生什么代志，你该看清楚。所以让。我们小时候过火车道，老师都会叫我们停停看，你们能挖给冲给，然后给弄掉回家。啊，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现象感受来了，冷静冷静判断安尼啊。所以有时候有人要给你抬，你还想讲，听一下，我老岁的业报爱红抬米嘛不好，我那无岁的业报要红抬，那我唔免惊。这叫做宁静，所以你真的做主宰啊！但是你若无这个做主宰，诶，这种诶智慧诶观照，各位要养成习惯，所以各位你要常常爱禅修啊！无可能咱特别八关斋拢遐尼济人啊！你敬拜来六斋日，这今日是你诶修行日啊！你今日要进入阿罗汉的生活，进入菩萨的心呢、啊，你就好好的去思维佛法。看佛经也好，拜佛也好，各种方法让你进入修行的心态，然后你就会看清楚真相。然后你就不要烦恼，不然你一世人为了那件代志在烦恼，为了少年去用放散在艰苦。所以我常常都听到这些师父啊，公开始考我说什么事，我想也知因翁有外遇多久了？二十年了呢，你还放在心上？他对不起我，他出轨。他现在又没出轨，这就是因为他出轨，他现在才会对你好笨啊！但是他这个出轨是你的问题呢，你给想法赶快，你也没消业障啊！但是你不要觉得这个东西是怎么痛苦，因为你已经懂佛法了，你懂佛法了，你的希望是在极乐世界，是在来世，是在当下，你麦克一直排斥这个东西。所以我想各位一定要分析自己到底现在是什么念头。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达到无我的空性，达到慈悲利益众生，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三宝。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大医院张尚淳医师。
自从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许多人为了你我的健康，配合政府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的防疫措施，而被限缩了行动自由。我们不应该害怕或排斥这些配合的人，要多给他们一些支持与鼓励。同时也提醒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的民众，请配合政府的规定，确实做好与外界隔离，以保障周遭亲友与社区的安全，也免得受到处罚。不管疫情如何变化，大家都要有正确正向的态度，不要彼此贴标签。我们要互相包容，互相协助，才可以守护台湾的健康。我们举办这个活动呢，一方面是因为疫情关系啊，大家都得隔离在家，吃顿活动都不能够办，那么就想说拉到户外去啊。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可以啊，请东王加持台湾可以风调雨顺，肺炎能够减轻啊。这个地点也是师姐介绍的啊，我看过，哎，觉得还不错。第一个，我们先去太平云梯，在半路上。也可以决定说找一个小小的土地公庙，还是可以做点简单的单独实施联供。那边有个纳古塔哈，会做功德，可能做点烟供啊。那边有负责真正给参拜啊，他叫我们去把他做洒金加持用念根基那些，所以这边的话可以做一些。我们一早那时候跟老师在联络的时候，就说那去眉山啊，我就说好啊。邀请的才能力有点像我们的啊，广播你要做好事办法，因为我们在电视上广播，哎，哪里有，哎，那里有布施政绩哦，大跟我再生大法会啊，像村里长要广播，哎，来了来了来家后聊啊，这样子要广播，他们才知道。哦，摇铃呢，摇铃它是这样招请，啊，铃声很清扬优越悦耳哈，那可以传得很远。就是我们为什么念咒一念咒，有时候唱诵要摇铃，你那个铃声传到多远，你的佛号、你的佛声就传到多远。所以说你没有摇铃，有时候声音传到没有那么远。所以我们叫摇铃，就是辅助铃声，它是非常清扬优越，可以飘到很远的地方。它飘到地方呢，我们的佛号、佛声呢就可以跟着过去，众生可以得到解脱。十方，供养龙王，三宝菩萨，普愿众生，共入佛智。因供仍然能够快速利益啊，有效的利益众生，因为呢，他们是啊吸烟以嗅为食啊，
但是我们古人也很有智慧，我们中元节都有烧嘛，其实同样道理，要烧给他们，他们不是像我们这样吃，你要烧化成烟雾，他们才能一嗅食，他们才能吃得到。那但是呢，还是要加上咒语的力量，要不然他们的业报关系哈，吃不到。火看成水，水看成火，好吃的看成不好吃的，不好吃的呢，然后看成好吃的，会颠倒。所以我们要咒语的力量，他们能够真实的吃到。那么萨瓦达嘎嘎达瓦鲁吉德翁萨巴拉萨巴拉，那么萨瓦达嘎嘎达瓦鲁吉德翁萨巴拉萨巴拉，那么萨瓦达嘎嘎达瓦鲁吉德。安智塔翁毗沙斯毗沙斯毗沙斯善摩揭谛娑诃南摩婆伽巴帝毗沙斯俱卢毗留尼。已经没有身体的为病苦，但是众生有些执着。执着他生前因为什么病往生，他觉得他的病苦还没消除，所以我们用药供让他们呢，药的力量，药师佛悲愿加入其中，让他们吃，吃进去以后呢，药供以后他们嗅到就觉得病苦消除。另外重要让他们业障能够消除，以法入心，他们要跟药师佛结下法缘啊，这样跟三宝结下法缘，能够离苦得乐。护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
不然智慧之光大起佛法桥梁，生命电视用爱创造新世界，生命电视用爱创造新世界。接下来请收看空中佛学院。